我一直分心。我不好，我要边看关卡打，就没办法看聊天室。可是认真打的缺点就是没办法回聊天室问题。你们应该不介意吧？哦，第二关突击失败。真低音。预言灯在死一次，不会不会。刚刚是因为在讲聊天。这边的话要先洗一下嘛。不能消火，然后又要无鼠极盾嘛，对。那这边就是要用叠的。我看一下。这边的话应该是随便吧，两种25%。好，下一关手下全木，手下全火，直接手转。英哥一打得过吗？没打过，不知道。手消17颗哈，手消17，看一下。17的话是12345678，17减8等于9，所以再消三组，再消三组。攻前盾开大哥，每次有二奖推荐，万大哥还是水柱，水柱吧。这一只打完化血为城 ，OK。这个700多步还其实还蛮久的，下一关比较难，这一关就是做球给大哥的，然后这边变身，然后下一关负压加入重置新拼图盾线火进桥，把新珠拼进去，新珠拼进去，我看一下，新珠拼进去，然后。这边应该是要开这个，我思考一下，火进消哦。但这场龙科应该是延迟嘛，对 ，OK。新珠拼进去，感谢 YUY 加入会员，感谢你。然后这边一会儿攻击灵花，这边开龙科吧。开龙科延迟一下。
OK， 这边一波把他带走，这边应该守城就好了。那298步。然后再来哦，手消水腐蚀灵化，这边直接开一，哦，直接开一，然后再来第二回合直接开二，就这样，三层石化直接撸过去哈，就非常简单，比较难的应该是第三层，这边应该都算简单。善意来秀脸、啊、就随便带了嘛，就全合作。之前想说加入一个月看看，结果自动续购，但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六个月了。你已经中我的计了，没错，这就是叫大家加入会员的计，它会自动扣款。